赛段。这个第二赛段的名字呢，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太合适的，差不多就叫有一队要被团灭的赛。精致是吧？经过前面的混战之后呢，每个队的阵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们淘汰了一些朋友，加入了一些新朋友。首先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本赛段特别邀请的充数嘉宾，他们分别是加入了黄奕火上浇油队的汪东城、李雪琴、庞博。加入马思纯永远队的是金星老师。我们俩先上了，祥子来来。加入张大的防不胜防队的有许志远、陈露以及我本人。啥？我本人。听一下现在阵容，你、陈露、庞博、李雪琴，你们是不是来到的是那个叫脱口秀大会的节目？主要是圆张老师一个梦，我不想做啊。圆一个梦，好节目没参与过是吧？圆他一个梦。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新赛段的规则，特别简单，就是这三个队混战，大家也看到椅子颜色了。每个轮呢，每队派出两个人混战，在全部过程中，就是他讲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可以随时投票。唬谁呢？我们是请了三位飞行主咖，也就是他们不加入战队，他们就是靶子。就是坐在那儿被吐槽就好了，然后大家给他们投票，最终整个三场结束之后，他们的这个吐槽热力值啊，他们得到的这个票数加在一起，最低的那一队就全部淘汰团灭。怎么样，这个赛制非常天才的一个小设计，很精致是吧？就是夸自己呢呗。啊，是、是不是？是，好，你知道一个人虚荣到了一定要站在主持人的位置上，没有其他的事儿，就是夸自己还天才。你现在的赛制就是没有人性，为了节目的收视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是是。还有吗？说完了吗？还有我们精心设计的这个补刀环节也依然存在。在整个过程中呢，有一位补刀的选手随时会从那个笼子里出来，对一位场上的吐槽嘉宾啊发动补刀。说完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告诉你一下，看一下专业主持人是什么样的。哦哦，好，好，那叫每轮，不叫每个轮，好不好？我带一下。什么叫专业？你知道不喜欢这期的这样的设置方法啊？各位，看一下什么叫正经的主持人啊？吐槽火力无限。吐槽无限火力，火锅。站到这儿来。你这个就，你说你关我什么事儿？大家看一下正经的。这是打哪来的这么马虎？垮爆啊我！大家看一下正经的主持人。吐槽无限火力，火锅就要艾特米。感谢全球美味一锅端的海天火锅艾特米火锅底料独家冠名播出。我有本事真吐槽，你有本事好吸收。感谢真的好吸收的舒化无乳糖牛奶联合赞助播出。一个真的主持，你来这儿干正经事，不要来这儿自夸。进流程吧，我们接下来，咱们赶紧让人家三个战队的人介绍一下今天出场的嘉宾。好啊，来吧，你先来。首先是来自永远队的两位队员金星、严鹤翔。下面有请防不胜防队的队长张大大以及他的队员许知远，欢迎二位。
观众完全不感冒的人。他们俩像一个主持人带着一个男嘉宾来相亲的那种感觉。我们有请火上浇油队的王建国、李雪琴。我还穿情侣装了，我习惯，咱俩应该不是这样的。恭喜啊，早日成婚啊！